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节目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，那就是出家人为什么要削发？每一种宗教都有传教师，而传教师的生活形态呢，也因为各个宗教的教育不同而有所不同。佛教的教育中指出，欲望是痛苦的根源，因此呢，主张要戒除五欲。 佛教的传教师，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和尚，更是过着独身的出家生活。但是，为什么佛教的出家人要削发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出家人削发，对中国古代的儒家的观念来讲，是违背的。所以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 头发是父母生的，不可以随便把它剃掉的。所以中国人古人呢，只有囚犯呢在剃头啊，这表示他犯了法了。但是在印度的古籍，修道的人呢，为了表示啊，远离五欲。 要把头发剃掉，头发本身呢是代表着庄严的，也可以说代表着爱乐的。如果不剃头发呢，可能每天呢都要花一点时间呢，要梳头咯，要整理咯，让头发。 看起来整整齐齐啊，漂漂亮亮啊，因此呢，头发象征着烦恼。每一根头发算是一个烦恼的话，那就是听说是3000烦恼丝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头发不止3000根。那除掉头发，就象征着把烦恼啊去除。 那么，古代的印度啊，因为是一个宗教气氛呢相当浓厚的地区，宗教徒、宗教师不一定要剃头的，而只有啊出家的沙门在剃头的，过出家修道生活的。 过程之中，他没有时间呢，来整理他的头发，照顾他的头发。他非常精进用功的时候啊，这个头发是啊需要剃掉的。还有，如果头发不剃掉，也不照顾他，第一会变成了蓬头垢面，很不卫生。一个出家人呢。 要跟人间接触，向人间吐蕃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头发，那就是啊，仪容不整了，没有礼貌的。如果要照顾头发，那每天早上起来至少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来照顾它。还有呢，头发。 如果啊，叫它长而又不照顾它，而又不清洗它，这个头发里边会什么？会长虱子，会长虫，会使得头皮呀、啊、会生病，这本身就是不卫生。因此，干脆呀、啊，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，把头发剃一次，剃得光光的。 那每天早上起来呀、啊，连洗头一起洗，这一把水呀、啊，一把脸呢、啊，一把就把头也洗了，脸也洗了，这好快速的，所以能够节省很多有用的时间，而且呢，还不是啊那么脏兮兮、乱糟糟，也不是啊那么的不卫生，因此干净利落就把头发剃掉。 那
在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啊，他第一个要做的事就要把头发剃掉，头发剪掉。头发本身呢是代表着一种抒情的牵挂和连累。我们那个头发如果说不剃掉的话，你会常常啊想到你的头发应该要怎么样照顾它，你想到个头发应该是怎么样。那如果剃了头发的时候呢，你头上的问题全部没有了。还有事实上啊，出家人因为衣服啊非常的朴素，非常的单纯，如果还有了头发也不是很好。没有头发，你衣服穿得非常的单纯呐、啊，是相当的庄严的，相当的呀，让人家肃然起敬。那自己呢，没有牵挂，省了时间，对他人呢，也少了许多的干扰，同时也能够争取其他人的信心或敬意。所以这个是呢，我们佛教徒啊，自己要剃发的原因。在我们这个佛法来讲啊，我并没有啊看到说修行的人如果有头发是会发生什么不好的问题。所以也有人呢出家而不剃发的，像我们近代的有一位虚云老和尚啊，他就是没有剃发。哎，还有一位来果禅师呢也没有剃发。哎，所以是他们这个两个人并没有把头发剃掉，还是出家人。可是我没有问过他们呢，我也没有机会问他们头发对他们是不是麻烦。但是呢，以常理来讲，出家人应该是把头发剃掉的。阿弥陀佛。